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墨金。丧尸题材常青树应该非恶灵古堡莫属了吧？从游戏、CG 动画到电影，应有尽有。前阵子还推出忠实还原游戏故事的《恶灵古堡》首部曲《拉昆市》电影，现在又将在 Netflix 推出全新故事真人影集啦！赶快一起来瞧瞧吧！史上最畅销的恐怖生存游戏《恶灵古堡》系列，现在又要改编成真人版影集啦！由超自然档案的安德鲁·达布统筹并担任监制与编剧，影集将会是讲述两条时间线的全新故事。第一条时间线将呈现以制造业为主的企业城镇新拉昆市，威斯卡家两姐妹杰德和比利要在这里度过青春年华。不过，他们将逐渐发现父亲隐藏在和平表象下足以毁灭世界的黑暗秘密。第二条时间线将在病毒爆发的新世界展开。在这个人口只剩下不到1500万的地球上，充满了因 T 病毒变成的怪物。30岁的杰德将背负威斯卡家的黑暗秘密，不断的挣扎求生。影集确定将在7月14日于 Netflix 串流平台上映，喜欢《恶灵古堡》系列的粉丝不要错过喽！